历史名人年轻十九照，图一樱花女神山口百惠，图三纯净无瑕的公主。1980年10月5日，日本影视歌三栖明星红遍东南亚的山口百惠在东京武道馆举办了她的最后一次演唱会。她告别了鲜花掌声与万众瞩目的舞台，与三浦友和结婚。那时候的百惠年仅21岁，是那么的清纯美丽。黑森道宫夫人爱丽丝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二女儿，俄国末代皇后艾利克斯的母亲。她年轻时的颜值真的很高，一颦一笑尽显高贵优雅。1954年，奥黛丽·赫本在影片《罗马假日》中第一次出演女主角，并获得奥斯卡最佳的女主角奖。赫本美丽优雅，为我们贡献了一个永恒的美丽高贵的公主形象，长留万千观众心间。朱琳，国家一级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会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她在1985年电视剧《西游记》中扮演的女儿国国王，将女王的柔情似水和端庄典雅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令人惊艳。俄罗斯总统普京年轻时的留影，从这张老照片可以看出，普京是一位标准的美男子，文弱的脸庞，儒雅的气质，真的太帅气了。注：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版权归属作者。